华固去年 EPS 5.08 配发现金股利5块钱，今年还有两大建案要交屋，法人士预估有望赚进一个股本的实力。而另外一家厂商新复发去年 EPS 11.44，是去年唯一获利超过一个股本的建商，今年有四大案完成交屋，每股获利有机会再突破10块钱，挑战连续3年获利一个股本的记录。